好的，欢迎你再一次锁定我们悍将粉丝团，收看本周的花样悍将谁来 PK。 看向我身旁，首先看向我左手边，欢迎洪文。嗨，早安。太阳很大哈，欢迎廷威。Hello。 好的，再来欢迎易豪老皮。嗨，欢迎魏勇。哎呦，嗨。好的，今天呢，我们很难得出外景，托四位的福，我们终于出外景了，但还是在新庄球场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呢很不一样，看到我身旁四位投手，今天就知道我们要比什么了。我们今天要 PK 的是投准达人底加啦，看向我们两位两队啦，这边我可以就是好勇队，对不对？很勇。那这边呢？这边就是威武队。威武队，好，可以。好，没有好勇队跟威武，哪里有武？我们洪文哪里有武？好，没关系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 PK 就是他们的投准。今天我们不比棒球，要比的是，待会就知道了。先跟你们说一下啊，今天有两个回合。那么今天获胜者会有奖励，那么输的呢会有惩罚，所以还是要认真哦。那大家也看到，我们今天都是学长带着学弟。那听说这边是叔叔带着侄子，是不是？对。那这边是我带我朋友来。好，洪文带他朋友来，好，很莫名的亲戚关系。那马上我来跟你们说明一下规则，要将我们奖励是我们百事可乐消除吗？我马上就来将可乐给倒进去。哇，你看这么清凉，倒到我们的悍将玻璃杯里。然后呢，没有要喝，是要做什么呢？看向我手中的曼陀珠，待会呢，他们几位投手就要将曼陀珠投进杯里。所以呢，第一回合就是这么简单。我相信各位悍将的投手又准又快的，这对他们来说一定是没有问题。马上，我们第一回合准备开始。好，马上呢，我们先来请两队先来领取，一个人有五颗，来先拿。好，那我们也跟大家说，我们不是浪费食物哦，我们是这些都是已经过期的，所以我们把它来当作道具，是不是？好的。那我们哪一队要先攻？猜拳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两位，一个是朋友在选朋友的，一个是叔叔。叔叔 OK， 来，剪刀石头布。有没有？你看他们，你要先还后？我好，你们先，我们轮流哈，一棒一棒来。你们谁要先？你知道我是剪刀。太有默契了，来，我们要瞄进去，看你们谁要先。你先，好，朋友先，朋友先，朋友 先，投进去哦。哎呦，刚是练习啊，刚是练习吧，还没开始吧？对，已经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来，侄子先，侄子先吧。一年，哇，直球好了，哦，接近了。叔叔要，叔叔准备，叔叔来一个滑球好不好？一把应该可以，哎，快一点，接近了，弹出来算吗？弹出来算吗？弹出来算吗？哎，差点，再慢一点嘛，稍微瞄一下好不好？哇！用抛的，抛的是不是？哎，有战术了，这球会歪，用你手这么直，哇哇哇哇哇哇！进了，起啊！啊哇，有了，哇！你试一下，刚刚是说脚不可以超线嘛，所以呢，给你们一个提示，说不定也可以用组合技。哎，后面有一个队友可以帮。没有，不是小动作的。好，没有小动作，我们正大光明就来吧，加油！换个变化球嘛。接近喽，有感觉了。哎呀，洪文 ，Nope。哎，跳还是没有。哎呀，这样不进，我没有跳到哦。所以我也可以用跳的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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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跳的，有跳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技巧，简直我第一次。那算吗？好，经过电视辅助判决呢？哈哈，才没有电视辅助判决。不算，比走了，比走了，再一遍，再加油，回去喽。啊，哎呀，差一点，最后一颗，最后一个喽，魏勇加油。哎呀，哦，最后一颗，对决了。老毕，靠你了，老毕，交给你了。哎 ，Hello， 怎么丢？好。所以呢，第一回合好玩了。看来大家还是比较习惯棒球的大小，我们只好进入第二回合，再来决定生死喽。第一回合呢，关于投的部分，两队战成平手，因为大小还是有落差，没有关系。来到第二回合就要来决定生死喽。看向桌上，
这两罐百事可乐，要怎么让他们站起来呢？就是关于准确率的地方喽。也就是说，来各位选手们，这一对熟识，这一对朋友，你们待会都会有一罐非常好喝的百事可乐，可以用喝的。如果喝不下，也可以倒在量杯中。然后呢，要倒到某一个程度，它才能站立于桌面。我们比最快站立于桌面的队伍获胜，可以吗？我们两位都要站立哦，好吧？目标是定两位，我担心各位要加油。好 ，OK 吧 ？OK，OK、okay, okay, 吧？对对，朋友 ，OK 好 ，OK 好。好了，那我们比赛就马上开始喽，请用喝还是要倒到量杯中都可以。听到这非常好听的声音，代表夏天来了。夏天的时候就是需要非常好喝的百事可乐。哎呦，我有，哇，我有太快了吧！老皮，换你喽！你们这队要赢，就靠你了。很好抓的蠢兔，组装啊！加油加油！是谁啊？好，请问，掌声鼓励！老皮，秒杀了我们！哎，我们让老皮试玩好了啦，好不好？老皮加油！太重了啦！加油加油！太重了！给他一点建议。老皮怎么了？我死了！我死了！可以吗？可以可以的！哇，掌声鼓励！很好。但是呢，我们刚刚获胜的很明显是我们这对朋友的洪文跟廷威。好的，那么马上我们就要来进惩罚喽。好的，刚刚呢经过第二回合关于准度的部分，我们两位朋友，这位朋友终于获胜了，速度很快。但是我们这位侄子也不要难过，虽然你刚刚第一个完成，但你的叔叔还要再加油。对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先来颁发奖励，恭喜我们这对朋友可以获得一整箱非常好喝的百事可乐。强调，开心哈，那可以拿着。有赞助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欣赏，看一下这一对叔侄要来惩罚，你们可以慢慢享用。来，今天的惩罚很简单，可乐是好喝的东西嘛，那这么热，我们当然是来一点酸酸凉凉，让你解热、解暑、消暑的一个柠檬片。含进去，对，那就来吧。哇，怎么感觉？我有没有惩罚啊？那个怎么这么好吃的感觉？吃草皮，吃草皮都不会酸。嗯，我吃完了。算了。好，那告诉各位朋友一招：吃柠檬配可乐，这根本就没有惩罚。来喝一口吧，会非常好喝。干杯！小乔啊，小乔啊，好的，就在现场这么百事可乐的画面之下，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，记得先来按赞富邦悍将官方粉丝团，你才不会错过许多精彩的影片以及照片，还有我们所有的赛事的相关资讯。最后要提醒你，每周一定要锁定粉丝团，才不会错过更精彩的花样悍将谁来 PK。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